国会解散重选，暂缓巫统，两派纷争。首相伊斯麦重申，他和党主席扎西的关系良好，纯粹是有人从中作梗，想要离间关系。巫统是时候重回团结。伊斯麦说，如果国政再执政，年底前就会再次提成草案，寻求通过。霹雳州议会今天正式解散，同一时间，塞美兰州议会三读通过反跳槽法。Parlimen ke-14 dibubarkan.首相兼巫统副主席拿督斯里伊斯麦沙比里日前遵循党意解散国会，外界认为党内的官职派和官司派的纷争似乎有所放缓。伊斯麦今天也撇除了谣言，强调他和党主席关系良好。伊斯麦接着炮轰那些说他和扎西不和的人，其实是要离间两人的关系，好让自己在第十五届大选中得益。他还重提12名部长上书元首一事，戏称自己错了，当初就该直接开除他们。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沙比里今天亲自到巫统主席阿莫扎西的老巢霹雳巴眼拿督为巫统老大站台，展现巫统团结一致备战全国大选。伊斯麦强调自己和扎西的关系良好，并没有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闹分裂，还说那些无中生有的指控别有居心，只是为了分裂巫统，好让自己在大选中获利。Saya beri jaminan tidak ada isu punantara saya dengan Presiden UMNO Datuk Seri Zahid tidak ada isu, tapi nasi-nasi tambah yang di luar tu yang lebih-lebih sebenarnya, betul tak? Nak lihat kita berpecah, kerana kalau kita berpecah yang untung adalah mungkin mereka伊斯麦指出，当传出他和扎西决裂的谣言时，他和扎西也坐下来讨论如何制止这些具有恶意的传言。伊斯麦强调，对国政来说，重要的是继续齐心团结，不要被任何人，尤其是反对党的谣言所伤。伊斯麦还重提，国盟12名部长向国家元首呈书一事，强调自己错了。Saya beritahu dia orang, kalau you all tak setuju, saya bubarkan kabinet ni, pecat semua orang.Pun saya boleh buat silap, patut saya pecat je semua sekali. Tapi saya tidaklah seperti itu. Saya orangnya baik, lemah lembut, bukan lembut ya, lemah lembut.伊斯麦也否认不曾咨询内阁就解散国会，声称两度和内阁讨论。另一方面，阿莫扎西则是重申，只要拿下第十五届大选，伊斯麦沙比里就是国政的首相人选，还说巫统191个区部当中几乎一面倒支持伊斯麦任相。除了继续推举伊斯麦当首相，扎西昨晚也表明这名国政的招牌人物也会是国政的海豹男孩。2023年财政预算案这个月7号提呈国会，还没来得及通过，国会就在3天之后匆匆解散。不过，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沙比里今天表示，如果国政赢得第十五届全国大选，再度执政的话，年底之前就会再度提呈草案。伊斯麦还说，既然已经制定草案，就表示政府已经有了预算拨款，只要草案在国会通过，所有计划就可以马上落实。首相拿督斯里伊斯麦沙比里在财长拿督斯里东姑扎鲁在国会提呈明年度财政预算案的第三天宣布解散国会，为第十五届全国大选铺路。草案还没来得及通过，国会就解散。不过伊斯麦承诺，只要国政赢得选民委托再次执政中央，而他也还是首相的话，他就会确保这份我国史上预算最高达到3723亿令吉的草案在年底之前再次提呈到国会，选举通过再落实。Kita dah umumkan bajet,
macam-macam yang kita nak bagi kepada rakyat ni. Semua kita nak bagi ni. Orang kampung yang paling banyak dapat ni. Tapi kita belum lulus lagi bajet tu. Kita kena bentang dulu. Kita akan bentang sekali lagi. Sebelum akhir tahun kita akan bentang sekali. Jadi kalau orang lain merintah, saya tak jaminlah dapat apa yang dijanjikan. Kalau kita merintah, saya lagi jadi Perdana Menteri, insyaAllah semua bajet yang dibentangkan akan kita luluskan demi kepentingan rakyat. 首相今天在霹雳打巴与垦殖民、小原主及原住民交流时也指出，国镇政府不会空口说白话，既然财案提成了，就表示拨款预算也有了，只要一通过，所有计划就可以马上推行。 Janji bukan kitab suci, itu. Tetapi bajet apabila dibentangkan bermakna duit dah tersedia ada. Itu beza dia. Duit dah ada. Cuba tunggu lulus je. Lulus, terus boleh laksanakan. 首相口中的计划就包括为橡胶业小原主发展局旗下的23万2000多名小原主提供雨季援助金，总数600令吉的援助金下个月就可以开始发放。 Kita ni berbeza sikit daripada menteri dulu. Menteri PH dulu. Saya anak Pedawai Getah, saya tahulah susahnya hidup Pedawai Getah ni. Terutamanya musim tengkujuh. Tak boleh menoreh. Tapi menteri PH dulu kata, musim tengkujuh susu banyak, elok menoreh. 虽然一再强调这不是一场竞选活动，但伊斯麦还是三番四次提醒民众，如果想要获得这些援助，应该知道要怎么做。 谢谢你们成就了今天的 Cuckoo Plus 保修团队，实现 97% 的客户满意度。 霹雳州议会今天正式解散，来临的全国大选已经确定，只有霹雳、彭亨和玻璃市三个州属将会同步举行国州选举。对于玻璃市反跳槽法将在下个月生效，而霹雳还没通过反跳槽法就已经解散议会。民主行动党霹雳州主席尼可敏抨击国政没信心赢得州政权，一旦霹雳陷入悬置议会的局面，尼可敏担忧有人会以金钱收买政治青蛙。 两度入宫面圣的霹雳州大臣沙拉尼今早宣布，苏丹纳兹林沙殿下谕准，即日开始解散州议会，以便州选和全国大选同步举行。 Saya telah menerima warkah pengisytiharan daripada Duli Yang Maha Mulia Paduka Sri Sultan Perak, Sultan Nazrin Muizuddin Shah, ibni almarhum Sultan Azlan Muhibuddin Shah Al-Maghfullah yang membawa maksud bahawa baginda telah memberi perkenan Dewan Negeri Perak ke-14 dibubarkan berkuat kuasa mulai hari Isnin 17 Oktober 2022. 目前只有国政执政的霹雳、玻璃市和彭亨跟随中央解散州议会，至于西盟和伊斯兰党分别执政的三个州属不会在近期解散。不过最大争议是霹雳州还没有通过反跳槽法，就已经解散州议会。 对此，行动党霹雳州主席尼可敏表明，根据议会常规，大臣沙拉尼有足够时间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反跳槽法。他抨击国政一再拖延法案的伎俩，凸显国政根本没有信心在第15届全国大选赢下霹雳州。根据我收到的各方消息，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国政完全没有信心赢得霹雳州。他们已经准备的第二个备案方案就是。 在没有反跳槽法令的情况下举行周选，他就可以利用金钱政治来收买政治青蛙，这对霹雳州人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耻辱和很大的这个羞辱。 尼可敏表明，霹雳州政府原本在9月20号召开紧急州议会，不过最后一分钟却喊停，而州务大臣沙拉尼给出的理由是时间不够，无法召开议会。尼可敏抨击他是在说谎，这是一谎话连篇的说法，因为根据议会常规第10条，州务大臣有权在24小时内召开紧急州议会，所以你今天。 给通知书，明天早上我们随时准备好支持反跳槽法案。我想问
霹雳州原任政府，为什么西门三州可以做，国政的玻璃市可以做，只有霹雳州不敢通过反跳槽法案，这一点州务大臣必须给予人民一个清楚的交代。尼可敏表示，从2009年开始，霹雳州就屡次遭到政治青蛙的背叛，在上届全国大选后就连续换了三次州务大臣，对霹雳人民来说历历在目。他也再次呼吁霹雳选民踊跃出来投票，将投票率推高到75%，西蒙才有机会在霹雳州胜出，组成政府。霹雳州议会解散后，西蒙全面启动备战工作，其中公正党和行动党都认为华裔的投票率将会是牵动霹雳州选战的关键因素。根据我们科学的民调数据显示，其实目前占据最大部分的这个选民其实还是保持这个观望的态度， undecided voters， 就是他们都不倾向于任何政党，而各自政党还是只能够守回自己的铁票的支持，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数字，也非常有趣。所以你问我的话，其实目前全国也好，霹雳州也好，也没有一个单位是占据任何的优势。这一届大选非常重要 ，OK， 接下来马来阵营将会是四分五裂。华裔跟印尼选票将会决定谁会入主布城，所以假如呢，我们可以把投票率推高到78%以上，如果假如我们能够像上一届大选达到90%以上的华人票支持跟印度票支持，我相信呢，西蒙将会得到超过112席重新入主布城。陈嘉欣和张哲敏接受本台专访时表明，蓝营早在党选之后就积极处理选举事宜，而行动党早在半年前也已经投入备战工作。张哲敏希望霹雳州西盟能够赢下目前锁定的23个州席，如果再加上另外7个边缘议席，他推测西盟重夺霹雳政权指日可待。自民党方面，州立法议会朝野齐心三读通过反跳槽法。州务大臣纳杜斯里阿米努丁希望这项新法生效后，不仅阻止政治青蛙跳槽，也能恢复选民对政治体制的信任。阿米努丁在森美兰州议会提成反跳槽法时表示，州政府严正看待跳槽行为。西蒙镇纳州议员陆兆福则认为，这项法案不但可以确保政局在选举后恢复稳定，更重要的是让国人重拾对政治体制的信心，使得每一张选票都不会白费。国政印斗州议员纳杜斯里莫哈莫哈山也赞同，反跳槽法将可保障州政府安稳执政，同时尊重人民的委托。在来临大选准备上阵森美兰林茂国会议席的乌统署理主席纳杜斯里莫哈莫哈山昨天表态，会帮原任的国政林茂国会议员兼卫生部长凯里找一个合适的议席。当事人今天简单说了一句谢谢，不多做回应。Yang memberi jaminan lah akan ada kerusi untuk YB dalam kami buka. So selama ni YB bimbang kan, jadi okay. Terima kasih lah. Okay. Alright. Dah. See, I can add on. I have nothing more to say. I have nothing new to say. Okay. Alright. Thank you. Terima kasih.凯里今天下午巡视沙登医院心脏中心之后，简短地回应媒体追问选战课题。除了巫统想要捍卫守土，国土行动阵线也已经提名前任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阿杜哈密攻打林茂国会选区，准备对垒巫统署理主席穆哈莫哈山。但是这场对决能不能够成型，还有待国土行动阵线一众高层拍板定案。谢谢你们成就了今天的 Cuckoo Plus 保修团队，实现97%的客户满意度。
大选议席分配进入倒计时，土团党和斗士党的结盟会不会开花结果，还是让人雾里看花。掌管社团注册局的内政部长纳杜斯里汉扎赞努丁今天被问到合作的可能性时，趁机嘲讽国土行动阵线还没有获得注册。这名国盟兼土团党总秘书表示，和斗士党合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不能随口说说而已，必须带到土团党最高理事会讨论，并且取得国盟盟党的同意。另一方面，韩扎赞努丁不反对政党目前抢先举办政治讲座，只要这些活动都符合现有法律和标准作业程序。国盟兼土团党主席丹斯里穆尤丁日前表态，如果斗士党创始人敦马哈迪态度认真，两方合作不是不可能。眼看合作仪式没有下文，媒体今天在记者会上追问国盟兼土团党总秘书纳杜斯里韩扎赞努丁有关进度，没想到这名掌管社团注册局的内政部长冷不防的明知故问，拿国土行动阵线的注册状态嘲弄一番。 GTA 多不Gerakan Tanah Air dah daftar belum? Okay. Oh, Pejuang. 媒体见状，随即将国土行动阵线改称斗士党。韩扎赞努丁才开始收起笑意，认真回答说：“斗士党是其中一个合法政党，有权和任何政党合作。”他进一步解释：“虽然穆尤丁表明准备和斗士党合作，但实际行动并非易如反掌。” Dia perlu membawa dalam mesyuarat tertinggi. Kemudian kita kena membincangkan perkara ini bersama dengan coalition party Perikatan Nasional. Dia bukan mudah saja kata yes kita bersetuju, benda tak boleh lah. Kerana kita mempunyai rakan-rakan dalam coalition party itu sendiri.另一方面，虽然选委会还没有宣布选举日期，但已有政党抢先展开政治讲座。韩扎赞努丁并不反对在非竞选期间举办这些活动，前提是符合标准作业程序以及现有法律。至于议席分配方面，国盟还在深入研究中。韩扎赞努丁解释，当中关乎几种分配议席的概念。随后他话锋一转，点名巫统主席纳杜斯里阿莫扎西，并说道，无论这次选举是不是对方所说的大选之母，亦或是大选之父，真正重要的是他们做好万全准备，因为选民对于人民代议士的要求有所提升，不再仅仅根据政党颜色做选择，而是看政党领导人是谁。韩扎赞努丁表示，如今我国需要负责任和廉政的领袖，而选民会为了国家未来做出明智选择。青年党主席也是马坡国会议员塞沙迪昨天晚上在选区举办造势活动时，遭到一群飙车族前来闹场，来势汹汹的对方还高声怒骂塞沙迪是骗子，青年党成员则不甘示弱反呛滚回去，双方几乎大打出手。尽管青年党书记主席阿米拉言之凿凿宣称这就是政敌干扰的证据，更动言会报警，不过麻坡乌青团长希尔米却率先否认自己是幕后黑手，还强调拒绝任何挑衅政治。全国大选还没到提名日，朝野对峙的紧绷氛围却已经在政治活动上蔓延开来。青年党昨晚在柔佛麻坡的办事处外举办造势讲座，正当党主席兼麻坡国会议员塞沙迪在台上阐述服务选民的政绩时，一群骑摩托的不速之客却杀到财场。这群身穿黑衣的青年不但在场外叫嚣，有者还高声谴责塞沙迪是骗子，引起青年党党员不满，反呛对方滚回去，双方更一度互相推撞，现场充满火药味，所幸在场驻守的警员及时介入，隔开几乎大打出手的两边人马。而塞沙迪也质问闹事青年要被收买到何时。 Kepada anak-anak muda di luar sana, jangan jadi pencacai.Ini negara kita. Bela masa depan ayah pakcik-pakcik kamu. Sampai bila kita nak di Bali?眼见场面陷入混乱，有点沉不住气的塞沙迪提高声量强调自己无愧于心，不惧任何打压。Kawan-kawan nak kata tipu, gambar-gambar ni ada. Yang halang saya nak siasat saya polis, saya tak takut.Saya bela warga mua, bukan orang korup, bukan perasuah. Kamu ingat kami takut? Kami lawan kamu!
尽管这群身份不明的青年扰攘大约十分钟后就离开，不过青年党却将矛头指向当地乌青团，炮轰对方耍流氓。针对各种指控，麻坡乌青团长希尔米今天就透过推特发誓，自己绝对没有指示团员踩场。他表明本身坚决反对挑衅政治这种不良文化，乌统更不会浪费时间干扰别人，要比较的话就到政治舞台比拼，而不是在街头摆擂台。然而青年党书记主席阿米拉却发文坚称，他们的指控都有真凭实据，才不是自导自演。况且如果这是青年党扮演的戏码，那么为何还会事后报警？阿米拉更张贴一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声称头戴黄色帽子的一名男子就是带头挑衅的主谋。再来关注，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向马华前总会长丹斯里廖中来撂下狠话，要投子弹打倒廖中来，结果招来马华领袖轮番炮轰。其中马华副总会长拿督陈德谦狠批陆兆福目中无人，抛下的这句话也太幼稚了。我对于文东这次廖中来要前途重来，陆兆福无需太害怕，他应该阐述黄的在过去几年在文东的所作所为的贡献，包括承诺的各种承诺有没有实现，他必须向文东人民交代，而不是呢要筹子弹要打颤廖中来，要让他永远站不起来，这种谈话呢太幼稚太无聊。曾几何时马来西亚的政治变成是打打杀杀。陈德清接受本台访问时批评陆兆福不仅失职，更是史上最懦弱的行动党总秘书，在州议会是否要和国会同步解散的课题上根本无法捍卫宾州领袖的诉求，只能委曲求全。陈德清也隶属西盟的过错，上台后要站东铁文东站，还一度把路线改到森美兰，就为了抬高燕斗补选的胜算。他认为来临的战役是人民对行动党的一场公投，呼吁选民用选票教训行动党。吉打州务大臣拿督斯里莫哈默沙努西官邸的牌匾今天早上被人泼上了红色和蓝色油漆，警方已经立案调查。由于大选就快到了，警方促请民众不要胡乱揣测，避免引起恐慌。Kejadian disedari pada jam 9:55 oleh seorang apa nama staff lah yang lalu ini dan memaklumkan kepada pengawal polis yang ini. Tidak ada CCTV di kawasan rumah Menteri Besar ini. Walaubagaimanapun kita sedang cuba untuk mendapatkan bantuan CCTV yang berdekatan lah. Kalau ada maklumat yang kita boleh perolehi daripada CCTV yang berdekatan, contohnya di Tafilab. 哥打市打警区主任说，大臣官邸保安人员在早上7点巡逻时还没有发生泼漆事件，过了大约3个小时才接获投报，因此相信嫌犯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干案。警方在距离牌匾不远的草丛发现4个塑料袋，里头分别装着2包红色和蓝色的油漆，相信就是嫌犯干案后留下的。警方鉴证组也已经完成采集，警方目前援引刑事法典第427蓄意破坏条文开档调查。吉打大臣今天身在吉隆坡，相信事发时没有在家。谢谢你们成就了今天的 Cuckoo Plus 保修团队，实现97%的客户满意度。卖猪仔受害人家属到中国驻马大使馆外下跪磕头，哭求中国政府介入营救受骗者。20多名青少年租豪宅举办毒品性爱派对，还推出女性免费入场的优惠。下节回来关心社会新闻。没有你们就不会有我们，谢谢你们让我们达到97%的顾客满意度，是你们推动我们前进，让我们克服一切挑战，不断精益求精，
陪伴着全马150万个家庭，打造更健康的家居生活，守护着挚爱。因为懂得，所以尽责。谢谢你成就了今天的我们。刘特佐准入夜马公司舞弊案后就消失无踪了。高庭今天裁定，刘特佐与父亲丹斯里刘福平无视脱售资产禁令，藐视法庭罪成，必须坐牢，直到藐视法庭罪名撤销。只可惜两名被告都没有出庭审讯，也没有委派代表律师，执法当局也无从执行刑罚。来看一组法庭消息。通缉犯刘特佐行踪成谜，但涉及的刑事罪案照旧在国内法庭开审。吉隆坡高庭今天基于刘特佐和父亲刘福平无视脱售资产禁令，宣判两人藐视法庭，必须坐牢，兼支付5000令吉堂费。但是两名被告双双缺席庭审，也没有派律师代表出庭，警方和监狱局也没有办法执行法庭下判的刑罚。高庭是在今年3月和4月发出资产冻结强制令，谕令两父子和其余4人不得转移和脱售他们在我国的10亿3000万美元以及4亿150万美元资产。但刘特佐父子迟迟没有回应资产冻结强制令，以至于一马公司和子公司 Global Diversified 投资公司在今年5月基于还没有得到答辩人回应，申请停令已启动藐视法庭诉讼，法庭在8月12号批准申请。另一边厢，巫统金纳巴当案区国会议员拿督斯里邦莫达和妻子拿听斯里芝芝伊芝蒂两夫妻分别面对的3项受贿和串谋罪名被法庭裁定表罪成立，被告随即对地庭裁决申请检讨。控方今天针对这项检讨申请提出初步反对，主控官表示邦莫达和芝芝不应该以驻禀申请通知书的方式要求检讨地庭的裁决，因为这有违1964年法庭司法法令第35以及第36条文，以及刑事程序法典第325和第326条文。高庭司法专员拿督阿兹哈责定11月11号审理控方提出的初步反对申请。根据控状，64岁的邦莫达与66岁的妻子芝芝伊芝蒂，在2015年6月12号向大众信托基金经理收取现金贿赂，涉及金额超过280万令吉。
南北大道柔佛士年那路段前天发生了四车连环撞意外，造成两个人受困车内活活烧死，肇事罗里司机今天延扣四天协助调查。这起死亡车祸涉及了三辆轿车以及辆罗里，造成两个人死亡，另外四人则逃过一劫。目击者透露，38岁的司机当时高速行驶，最终酿成了意外。警方今天获得古来推设亭的延扣令，获准从今天开始扣押他四天驻查。另外，其中一名死者28岁的努鲁纳茨哈已经安葬在柔佛哥打丁仪的伊斯兰墓园。时至今日，依然有许多陷入猪仔诈骗案的国人受困缅甸等等地方。大马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今早就率领受害人的家属前往中国驻马大使馆提交备忘录，希望能够借着中国和缅甸的密切关系向缅甸政府施压，营救受害人。现场还有家属跪地哭得撕心裂肺，让闻者心酸。老公，老公，请你帮忙救救在缅甸的孩子。这名64岁妇女今早在大马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陪同下向记者表示，自己的儿子和媳妇去年11月听信朋友的建议前往薪资优厚的迪拜工作，没想到人蛇集团随后以4000美元将两人贩卖到缅甸从事诈骗工作。还有些更打到残忍的是打到他屁股的开花，他前面挖一个坑啊，然后拉他上去上面三楼，直接丢下去，他真的死掉了。然后呢，用那个泥土埋掉他，你想残忍不残忍？受害者家属透露，儿子告诉他自己曾经目睹诈骗集团对不服从命令的人采取不人道行为，除了殴打他们，还把他们推下楼。家属救子心切，说到激动之处更是跪倒在地，恳求中国政府插手拯救坠入诈骗集团手中的我国公民，协助他们安全回国。大马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今天早上率领一众受害者家属前往中国驻马大使馆提交备忘录，希望能够借由中方和缅甸政府的良好邦交向缅甸施压，解救被诱骗到缅甸的受害人。 Too many Malaysian stranded in Myanmar. Not only that, many Malaysian victim which before this detained in Cambodia and LaosNow they've been trafficked to Myanmar. Myanmar currently become the hub or destination of human trafficking in this region. 他指出，贩卖人口的罪行已经不是新鲜事，但缅甸政府却依然视若无睹，没有采取积极行动处理相关情况。人道主义组织因此希望借此打压缅甸政府重视此事。说到海外打工骗局，皮里和峰一对华裔夫妇因为在疫情期间丢了饭碗，所以应征了网络赌场工作。去年底，两人前往迪拜谋生，没想到辗转被雇主卖到缅甸当爱情骗子。夫妇俩每天担惊受怕，也受不了这份不法勾当，只好向亲属求助，渴望回国。早早嘅迪拜嗰阵时，又出两个月粮俾佢嘅。然後佢講中國個老細講啊，依家冇咩揾到錢咯，上網嗰嘢，你哋愛唔愛過泰國啊？揾高價啲，咁佢個夫婦就商量講要咯。一過到去就唔收開護照，收電話啊，佢等陣有唔知點樣行路啊，唔知過一條橋就過開緬甸，佢就知道自己係賣豬仔咯嗰陣時。事主表姐阿芬在马华霹雳公共服务投诉局主任刘国南的陪同之下召开记者会坦言，夫妇俩为了一对孩子的生活费苦苦挣扎，当时眼看迪拜的工作不但是雇主承包了饮食和住宿，而且月薪8000令吉，就无视家人的劝阻，一意孤行，没想到落得如此下场。刘国南希望政府和东盟联手向有关的国家施压，彻底瓦解人贩集团，才能遏制打工骗局，并劝请父母在接获孩子陷入打工骗局的求助电话之后，务必报警，向警方提供详情。
22名青少年，包括了6名未成年男女，聚集在槟城巴都丁仪一栋3层豪宅内举办性爱派对，结果遭警方上门突击取缔，所有人当场被捕，现场更搜出了市值大约200令吉的软性毒品。Setiap pengunjung yang dijemput untuk hadir ke dalam parti tersebut melalui satu WhatsApp group telah mewujudkan satu WhatsApp group dikendaki membayar seorang 80 sehingga 100 ringgit. Manakala bagi pengunjung perempuan dikecualikan bayaran.这场派对一共有14名男子和6名女子参与，所有人年龄介于16岁到21岁，其中一人是在籍学生。警方调查显示，年仅19岁的主办人在线上民宿平台以1000令吉租下这栋洋房，随后召集其他朋友参与派对。警方是在这个月13号凌晨接获公众投报之后展开突击行动。滨州东北县警区主任苏菲安今天召开记者会透露，警方在豪宅内起获了市值150令吉的 K 他命以及市值45令吉的摇头丸。被捕的22人当中，有6个人的尿检结果对毒品呈阳性，所有嫌犯严扣6天驻查。警方援引1953年危险毒品法令第12-3条调查这起案件。国民登记局明年1月推出38种证件新版本，确保安全，防止伪造。耗资5亿4600万令吉建造的沙登医院心脏中心，12月12号启用。欢迎回来。为了保障国人身份证件的安全性，国民登记局从明年1月起推出38种证件的新版本。新版本的证件添加了更多安全特性，例如水印采用特定的纸张和墨水，方便官员分辨真假，防止证件被仿冒。
为了预防证件仿冒案件，国民登记局将在明年一月起推出新版本证件，包括报生纸、死亡证书、结婚证书、公民身份证和临时身份证明等38种证件。内政部长拿督斯里·韩扎在努丁今天早上在布城出席国民登记局成立74周年活动后，在记者会上表示，新版本的证件将添加新的安全特性，例如水印、文件设计，采用特制纸张和墨水来分辨真假，防止证件随便遭人印刷和盗用。Sejak kelahiran itu kita ada watermark dalamnya. Dalam kita nak memastikan bahawa sejak itu tidak boleh dikeluarkan dengan sewenang-wenangnya. Kalau ada pun orang keluarkan sejil, bawa kepada kita, kita tahu sama ada sejil itu sah ataupun tidak, sejil itu sahih ataupun tidak.adalah dengan menggunakan kaedah-kaedah yang tertentu dalamnya。内长今天也化身婚姻注册官，为两对新人主持婚姻注册仪式。他自诩，我国在处理身份证件的安全上向来与时俱进，可称得上世界级水准。他以大马卡为例子，推出21年来就经历了3次改版。换个焦点，雪兰莪沙登医院心脏中心将从12月12号开始启用。卫生部预计，接下来将能够加速收治心脏病患者。除了心脏血管造影的等候时间会从18个月缩短到9个月，心脏手术也会倍增，让更多病人受益。dengan adanya penambahan pusat kardiologi ini.Maka daripada 35,000 kes prosedur jantung setiap tahun, pusat kardiologi sedang akan dapat melaksanakan 60,000 prosedur jantung.凯里下午出席沙登医院心脏中心移交仪式后表明，这栋8楼高的心脏中心有262张病床和一栋9层楼的停车场，将会作为国家3级心脏病转诊中心。整个项目耗资5亿4600万令吉，其中2亿令吉用来采购设施。凯里指出，这间心脏中心是全国第一个设有复合式手术室的医疗设施，并设有第一部3.0 Tesla 机型的磁振造影仪，将扫描的时间从45分钟缩短到20分钟。由于常年失修，槟城大山脚莫吉朗乌比路河道桥堤以及防护栏出现腐蚀的情况，道路还凹凸不平。马华大山脚国会协调员兼马青团长陈阳邦促请当局多多关注地方民生课题，并尽快修复桥堤，避免发生悲剧。昨天我就是刻意来看，遇到豪雨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它的水是超过一辆车的高的。是很深的，因为是主要很急的，因为它是从右边冲下去左边，所以它水会来得很快，所以如果车插下去的时候，一淹到的时候呢，基本上要生存的机会是很少。马华大山脚区团团长陈阳邦召开记者会表明，桥堤和栏杆损坏已久，虽然马华多次投报，却不见任何单位采取行动，因此他希望市议会和人民代议士尽快改善河道设施，而不是等到摩托车或轿车撞入河道发生人命事故后才来亡羊补牢。盛传上百名保守党自家人开始逼宫，英国媒体预告首相特拉斯的终结之日就在这个星期。俄罗斯发动神风敢死队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市民区，造成至少3人死亡。
回来，我们来看国际焦点。俄罗斯星期一发动神风敢死队无人机袭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市民区，造成至少三个人死亡。当地时间星期一早上8点，俄罗斯的无人机就发动攻击，不少民众惊慌逃走，场面混乱。警员向天空开枪，成功击落其中一架无人机，但是随后传出爆炸声，现场弥漫着烟雾。乌克兰总统府官员就透露，至少有三个人被俄罗斯的无人机打死，他们当时是在基辅的一栋住宅大楼。这已经是俄罗斯在一个星期内的第二次空袭。俄罗斯国防部随后公布，他们向乌克兰境内的基础和能源设施展开庞大的袭击，同时派遣军机轰炸乌克兰六个弹药库。另一方面，对于外界质疑伊朗提供俄罗斯自杀式无人机，伊朗再次郑重否认。英国政坛正在上演逼宫戏码，当地的各家媒体纷纷在星期一的头版刊登英国首相特拉斯即将在这个星期丢失首相宝座的消息，而且逼宫的幕后黑手是保守党自家人。亲政府的《每日邮报》和《每日快报》的头版出现硕大的惊悚标题，包括这个星期密谋扳倒特拉斯，或是特拉斯的终结之日。《每日邮报》根据匿名消息来源说，已经有超过100名执政党议员向负责党领袖选举事务的1922委员会主席布莱迪提交对特拉斯的不信任动议。至于《泰晤士报》则指出，有一些议员召开秘密会议讨论要撤换特拉斯。如果一切成真，上个月才在党选中胜出担任阁魁的特拉斯将会成为最短命的英国首相，也将是英国从6年前脱欧后被撤换的第四位首相。中国驻英国曼彻斯特领事馆的外头星期天发生冲突事件，由于领事馆人员不满有民众在外头示威，竟然冲出去破坏示威者的物品，甚至把其中一名示威者拖进领事馆围殴。这起事件引起了英国社会的震惊，但是中国外交部却轻描淡写地说，他们是奉公守法的人，是履行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利。几个啲大楼走出嚟咁啊，烧毁我哋啲物品啦。跟住中途咧，就我哋 stop 佢哋嘅时候咧，咁啊俾佢扯入去，咁啊拳打脚踢，系啦。咁啊后屘就系、是、有警察就拉咗我翻出嚟，不可理喻啊呢样嘢，系唔应该做嘅。係，因為我哋本身係可以有一個自由喺度講我哋任何嘅嘢，咁但係無奈呢、這個就係我哋出嚟抗議嘅原因。你哋香港所謂嘅政府話我哋係暴徒，而家你哋政府中國嘅人做啲乜嘢呢？邊個先係暴徒呢？我哋係一個和平示威，點解要打我哋？中國駐英使領館一貫遵守駐在國法律，我們也希望英方按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的规定，为中国驻英使领馆正常履职提供便利。
这起事件导致一名示威者受伤，而英国警方正式开档调查。英国首相发言人说，这起事件非常令人担心，但是因为警方还在调查，因此不适合发表看法。尽管如此，英国朝野议员纷纷谴责中国领事馆人员把示威者拖进使馆围殴的行为，要求政府必须采取行动。这几年，中国经济在中美贸易战以及政治经济发展政策一者改弦下，似乎朝向自主自给内循环的封闭方向前进。但是，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赵辰昕郑重否认，强调都是错误解读。国内外呢，有一些声音认为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就意味着中国要在对外开放上进行大幅收缩，甚至呢讲我们要搞什么自给自足的这样的经济，这种理解呀是错误的。赵辰昕今天在中共二十大记者会上说，总书记习近平所强调的循环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不可逆转，再加上中国已经和世界经济以及国际体系深度融合，内需和外需市场是相互依存和促进，因此未来会全力促成国内国际循环顺畅连通。另一方面，他也说，中国经济复苏情况良好，虽然还存在一些不可预期因素的影响，但是在短时间内就达成稳定复苏，尤其第三季度有明显反弹，就业也大幅稳定。中国未来会采取步骤稳定供应链，并制定吸引先进制造业投资政策，同时支持香港和澳门深度参与大湾区的建设，从中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动力。韩国第一天团 BTS 将和粉丝暂别，原因是团员决定服兵役。澳洲测试使用微型无人机人工授粉，下集回来见识一下不用蜜蜂的温室种植产业。
娱乐消息，防弹少年团 BTS 的团体活动确定要暂停了，因为团员决定不延迟入营服兵役。其中年纪最大的，也就是30岁的 Jin 将率先入营，其他团员也会按照各自计划先后入后入伍。BTS 经纪公司 Big Hit Music 今天宣布 ，Jin 决定撤销延迟入伍的申请，将会再按照相关程序办理入伍。虽然经纪公司没有宣布明确的入伍时间表，但是透过推特说，公司和团员都非常期待在2025年完成兵役之后，团队再次和大家见面。按照韩国的兵役政策，俊将首先接受5个星期的军事训练，随后分配到指定的单位，直到完成18到21个月的兵役。韩国国防部早前强调，不会优待 BTS， 会一视同仁。每一年温室种植产业为澳洲带来37亿美元，相等于174亿令吉的收益，但是这个产业始终面对棘手的问题，那就是人工授粉。为此，新加坡一家公司就研发微型无人机取代蜜蜂的工作，结果发现无人机授粉的效果比传统的蜜蜂授粉还要好。Pollination is a key management tool that farmers that are under protected cropping have to manage, and this research is trying to allow them to do that more effectively, more efficiently, and reduce their input costs. We achieved a yield improvement of more than 50% compared to bumblebee pollination. 由于澳洲法规禁止进口雄蜂，因此当地的温室种植业者在过去只能用人手柔合草莓和番茄的花蕊，这非常费时又费力。但是这款安装了3维视野技术的微型无人机，经过设定后，能够自己精准地飞升到目标花圃的上方盘旋，并持续吹起强风15秒，让花蕊内的花粉吹散到其他花蕊内。15秒过后，又飞到另一个花圃，周而复始，而且只需要充电1个半小时，又能开始工作。研发团队还在持续收集数据，也会用绿头苍蝇以及当地的无刺蜂做实验，看是否能够取代雄蜂授粉。感谢收看这一节华语新闻，我是晋川，我是洪美玲，晚安，再会。Thank you.